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啾，你们好吗？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很破的游戏，就是叫做破 game。好的，我差点就死了。好，这个游戏呢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作者做的游戏，然后我觉得它非常的有创意，因为呢，就是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我们扮演一个就是白色框框的小绿方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要一直 next， 然后进行游戏，嘿。然后什么范云浩是北七，然后就 next 摔下去就死了，我真的死了。那我们再重新一次，嘿，范云浩是北七，摔下去就死了。摔死人不偿命。Flash 好酷。不是我在说啊！好，我觉得这样不行，因为这个游戏里面有 Minecraft， 所以我没有我的坚持。其实呢，这个游戏啊，就是有内挂，你只要按右键，然后按快转。你要按右键，然后按快转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奇怪，等一下哦，快转。怎么会这样？好吧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那怎么会这样啊？播放。这游戏好奇怪啊！啊，我死了。啊，我又死了。这游戏怎么啦？等一下，我觉得这游戏很奇怪。那我们再继续啦，重来一遍啊 ，Game Over。这游戏呢有个内挂，就是你按右键，然后按快转，哦，有金手指。那我们当然是要把就是金手指开开啦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就变成黄色的小方方。黄色小方方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看，怎么没什么好处？摔下去就死了，奇怪，黄色小方方应该是会飞的，可是它怎么看起来不会飞？要怎么飞？哦，我们按下就会飞了，Flash 好酷！不是我在说，咦，飞起来，不爽你啦，把你关起来，爽。飞上去了，跑出来了。我们要往上飞，你看，我们会飞，非常的方便。这样子我们就不用怕我们会又再死掉了，死吧，骗你的，好坏，你一定觉得我的字很丑，还好啦。我刚刚就差点死了，还好我会飞。没办法呀，我的滑鼠太烂了，用一用，球球还会掉出来。哇，是几亿年前的游戏。现在都用光学滑鼠。一楼，二楼，三楼，四楼。Jump！ 哎呀，我没跳过去，没关系，飞起来。Next，Up！ 我们直接上去，好坏。Next， 要抛物线哦。那，耶！哈哈。上去，哇，这太难了吧？以我的水平，怎么可能会过？一咻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哪？跳这个点点，差点就被夹住了。不是差一点，是我真的被夹住了。那这样子我会不会飞都没差了？哎呀，我又死了啦！讨厌，这样怎么办啊？我要怎么做啊？
那你给我个 game over 的画面啊。嗯，什么都没有哎。那我该怎样？你这样子叫我怎么办？那我就自己快进好了。快转 game over。哎，我们这次不能再被骗了。喂啊啊啊！我好悲伤。哎，这边我们又到了夹子啦。哎，还没到夹子吗？等一下，到夹子了，我们要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啊，不要被夹啊！啊哈！我只能想要冷静的玩这个游戏。Continue. I want to continue. Let me continue. 两个都要。Next. 啊，根本就没有 continue 啊！你这程式写的不好哦。我生气了啦！我们又再度来到夹子区。夹子园。我们再度来到夹子园。等一下。对，我这边很紧张，我开始没办法冷静了。不行啊，安啾，你要试着冷静一下。哎呀，完了，真的出不去哦？怎么可能？这样不太人性啊！你真的很机车哎、欸！好，好妹，又回来了！嗯哼，我们这次一定会过。啊！嘘，现在半夜，大家都在睡觉。好，嗯哼，然后继续来。滑上去，咻，好陡。哎呀，飞起来。Next， 它下面写什么？我的生日，2月14号，8月30，7月8号。我觉得你猜对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干嘛？这是要做什么？去哪啦？去哪了？我会超出游戏边界就死了。他叫我过去，那我就过来。骗人啦！最好是一般可以到那么远。所以是要叫我做什么？这样你也爽？我是不得已的。我在这里骗我，这是太有心机了。这是怎样？就在这里，然后意义不明的地图。Next，往下。还是好懂。你太强啦！殊不知我用了修改器。这游戏好有趣哦。Here， 不要砸电脑。不会啦，我现在还玩得蛮欢快的。过了。Next， 奖品。是一个小方块，黄色的。粘住了，会粘住哎。上不去，拿不起来。你已经有了啊！我骂脏话，都你啦！所以我们过关了吗？就没了？有，下面还有。Next， 作者居居字，观音，全破名单，观音，鲁哥，北七，达叔，毛仙，后勾，抽筋。感谢您的参与，
你们玩游戏是我做游戏的动力。好啦，那这次就结束啦。这个说很破，其实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破的游戏，就分享给你们啦。这次就先这样咯，拜拜。